天来到这里是水里，以前叫水里坑啊。这边的这个产能最多的东西就是木头。嗯，我们就从这些木头里面来创造出来一个本地的地标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先想到，然后开始做，对不对？今天要想完，然后明天制作。但今天一定要确定主题。你们做这两只娃娃怎么样？哎，娃娃太王很大。觉得它没有跟在地结合。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想法，怎么做一个蜂窝，然后把它挂在那里。那天消防队就来了。请问南投县的乡镇是哪一个？哇，喊打的是脏话。脏话，脏话。这小叶姐啊，那么活泼。哎，这个画面像不像桃园三结义？张飞，三个张飞三结义。没有加水的哦。哎呦，感觉很厉害。这个鸡肉值得再吃一个。这鸡肉真的厉害。你在？哎，怎么？是啊。哪里了？反一反，真是。请问一下。关主夹的第一道菜是什么？狮子头里面的那个豆皮，糖醋排骨。哎呦，正确答案竟然只有 K 答对，这次叫做豆轮。